数以109填充 B， 那这是一个随机变数。我们先把这个它的这个随机变数跟对应的几率先画出来，这是 X， 这边是它出现的这个几率，它的可能值是1234。好，那出现的这个几率呢，跟 K 分之一成反比，就是 K， 那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把它设成是这个一分之 T， 然后这边是二分之 T， 这里是三分之 T， 跟四分之 T。好，但是因为这是它的所有的这个事件，所以这几个呢加起来要是一，所以我们会得到这几个相加，这边相加的话呢，就是12+6+4+3的这个 T 等于一，所以我们会得到呢 T 呢其实是这个加起来是25/12。好，那这个等于3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25就变成25/12。啊，所以这次 S 等于3的时候呢，等于再把它除掉3，所以答案就是25/4。